大家好，我叫奥斯卡，我今天带来的是火腿内侧卡布蒂的煎法。接下来我来给你们讲解一下这个动作的细节。我们提重的，它会翻好，然后提起，收好，然后下一阶的时候，给它就是重它的感觉，然后不要提重它，而是踢它的后腿内侧。后腿内侧，你们学会了吗？下面给大家再演示一遍。